各位同仁请叫座哈，开会。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苏彦成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大会主席、副议长、市长、各位主管、各位院同仁、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那你的警察局那边哦，当然的发生潮对不对哈？冷链跟细链的对不对哈？在这个罗里走拢是发生啊，但是尤其今天的我所要强调的是讲，咱这个警察人员、基层人员在执行公务。在执行公务当中，对不对？哈，当然，那么怎样讲？警察嘞，他的配置嘞，哈，这个人员嘞，不同不法搞，也是讲严重啊，足严重，哈，这个缺额有很多缺额，都是不未搞嘛。啊，不未搞这个过程当中嘞，所以有一挂外来的内容嘞，是包括民众，包括义警、义勇，对不对？哈，啊，志工大队在大队投入来协助嘞，哈，啊，这个。加处理加加底下的问题，所以本身要强调的咧，就是讲大家那么辛苦，第一线的警员，包括阿阿婆冤家各方面的，对不对？包括着叫做判毒、判毒、卖毒、假毒的，小孩、小贩、夜青的，都是在警察的范围之内，包括车祸的，都是警察。还可以做处理，所以讲呢，在基层的警员呢，对不对？实在是非常辛苦，尤其人员步步搞错在的哈，有当时要服勤呢，十点钟、十二点钟，其实呢，有时候处理老左囝呢，嫁给警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呐，因为咱讲呢，伊无法度去照顾自己家庭嘛，因为是伊公务重要啊，所以无法照顾伊家庭，所以呢，警察在执勤当中呢。在公务员当中也比较繁忙的一种啊，所以要搁是面对歹毒咧，掠到掠枪咧，也是咧高危险群呐、啊。哦，这个在整个公务的生涯当中咧，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今日要强调什么代志？哦，咱这个警员哦，巡逻处理，包括做了歹毒追撞开枪哦，甚至咧哈啊发生车祸，但是免他理赔。我本身感觉讲吼。这个理赔的这个办法对不对哈？跟保险哈，这个办法对不对哈？仅仅有足大的差别了。若远景事情情况，追逐歹的这个缉捕歹徒的不慎造成，骑乘机车和民众的哈啊两车四人受重伤，然后送医治疗，支付附近的费用，可能远超过目前的保险理赔最高60万，不足金额的可能由同事。同事的哈，监管的这个 IC 支付，或是由同仁募捐，造成的执行警员的对不对哈？这个压力跟那个经济的负担呐、啊，所以现行警车责任险的赔偿制度对不对哈？汽车强制险的死亡的200万，受伤的最高20万，加重的第三责任险的每一个意外身故亡的，过了事故伤亡的对不对？最高60万，每一个人的。伤亡的人就最高30万，每一事故的财损的最高10万。我不是亲身冒去体会什么代志，怎样？外口一间公司啦，伊请一个司机发生车祸，但是司机是负刑事啊，但是雇主咧，伊爱负担民事的赔偿啊。但是咧，咱公部门的点点做一个警员，做一个在执行公务当中发生的问题当中咧。好，要自己陪人诶，有人家用个真正的，用个伊这压力咧，可以大个无法当个去执勤啦。啊，对啊，这个心理辅导师各方面去给他做方面的处理。但是咱看我们对伊这个保险咧，直接来客观。好，你想外口保险诶，意外加重哦，在第三责任险个意外加重诶咧，伊个保费咧，一年缴个1-2千块尔，但是单一事故咧，伊可以赔偿到1000万。对不对？啊，了，这讲到这嘞，了些我保险费嘞，会当来得到咱这监管的保障嘞。提高交通健身险的一个保险额度，对不对？每意外事故伤亡的最高600万，每一个人伤亡最高300万，每一事故财损最高40万。这
保费无偌济啊，哦，这保费无偌济嘛，啊，伊保费无偌济过程当中咧，为什么咱无啊提过这个保额咧？啊，来增加发生代志执行当中发生事情咧，咱公司咧对不对？你真正你包括私底下去提几文金？啊、哦，一边就几万多几万，啊，这个公司不能核销，因为咱的医生无偏治疗经费用嘛，但是变作伊要自掏腰包嘛，啊，自掏腰包当中的对不对？哈、哦，执行当中又要来赔偿，经济负担又增加，啊，然后咧，伊较个有心，这种压力咧，伊较个有心情，可以导入到这个治安呢，去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咧，啊，所以一个本身的建议对不对？哦，应该达百万个无够的啦，应该是还要增加啦，因为你。保费无偌济，真济啊，最高会当个千万的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咱不加骗一点嘛，对不对？吼、哦，来减轻你这个负担呢？迄、那个竞争书店店吼，有出来公布店店吼，就是讲啊，治安的状况的那个督导的平和店店吼，成果嘞吼，咱高雄市警察局店店获评为104年下半年度全国六都第一名，总分数嘞店店吼17.48。哦、包括了扫黑、防诈骗、强枪戒、毒品戒盗、校园安全及妇幼安全等七大工作，成效都是全国第一。所以呢，我是咱这边一百年合并了嘞，咱高雄市嘞，当去摕到国际一级之城市嘞，吼、哦、啊，四块金牌，吼、哦、啊，四块银牌，三块铜牌，含治安，含咱的建设，含咱的。哦，这个尤其是治安的占是上关键的。你外国人来到咱台湾来到咱高雄，对不对？吼、哦，就是讲治安一定爱好嘛，哦，空气爱好嘛，咱的公开票各方面拢爱好嘛。所以咧，唔该得到国际上的评比咧，咱取得这亮丽的成绩。啊，当然这是来自于咱的企业团队努力一个成果啊，大家共同咧拍拼一个成果啊，好、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咧就是讲咱台湾咧。就是讲，以高雄市为一个开始，啊，然后咧，家己国际咧拍开个知名度，哦，所以咱台湾咧，伫前无偌久咧，对不对嘛？得到国际的认可，对不对？哈、哦，一举成是第一名，啊，所以咧，就是咱对咱高雄市，哈、哦，前几年啊开始，啊、哦，实施开始拍拼，今仔日咧，咱台湾咧，看到这个亮丽的成绩，这是来得可贵啊！啊，所以咧，就是讲，尤其六都内底咧，咱下当讲吼，取得这么亮丽的成绩咧，啊、哦，就是讲。啊，警察弟兄辛苦平治安，啊，要获得全国第一是非常不容易，应该好好是奖励啊！啊，明年的有关犯罪的查戒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啊！好 啊，所以就是讲，在整个嘞，在整个这个治安上的对不对哈？那你陈局长到任以后，对不对？做这方面的对不对嘛？非常积极，哈、哦，去用业经验、用专业的对不对？哈、哦，去做这方面，哈、哦，而且的要求，哈、哦，啊，从上面的去拍拼的，今天靠这亮丽的成绩啦。当然，一个团队来对的对不对？哈、哦，主导是政策性的指导，但是呢，也是基层的在拼嘛。啊，所以呢，咱来适当的对不对？哈、哦，有今天亮丽的成绩，大家人的努力的一个辛苦，一个成果嘛。啊、所以咧，本身要求对不对？应该有这么亮丽的成绩啊，会当讲予咱高雄市市民咧，会当有一个对这治安的非常放心的，对不对？所以相对的，就是讲这些人，我们要实施一个奖励啊，包括咧咱的现在督察长咧哈，郑督察长对不对哈？郑明忠督察长咧哈，伊伫嘉义做警察局长的时阵咧，咱高雄市的市民，伊个嘉义发生代志，但是真正地头无熟啊，啊无熟安怎？哦，啊，如果伊他透过人去找到伊，伊局长，哦，找到局长对不对？哦，伊不要求啥，公平办得好，因为地形是别人的，地缘关系别人的，啊，所以咧，咱的督察长对不对？哦，伊伫嘉义的时阵咧，伊嘛是对咱高雄市的市民咧，伊嘛是提出伊的服务，哦，啊，伊就交代了，讲公平，不要违法，公平处理，但是代志嘛，主要是完不完，哦，啊，所以我讲，感觉讲伫高雄市大位，即个警官对不对？哈、哦。伊会当讲虽然去北关市咧，但是咱高雄市的市民的需要咧，吼、哦，伊嘛是挺你，吼、哦，站出来到协助。我感觉这是警界咧，这团结的精神。啊，然后咧就是讲警界，哦，虽然伫高雄市服务过，但是伊拄着咱高雄市的市民，对不对？伊嘛是非常热络，非常的关心，对不对？吼、哦，我感觉这是警界，对不对？吼、哦，尤其咱高雄市，作为高雄市这些警官，对不对？吼、哦。
真真正正对不对吼？就是讲对咱高雄市的市民的吼，啊，真正有真足深的感情啦，这是值得鼓励的啦。哦，啊，当然，郑州大厂咧来个来咧高雄市了后咧，我相信也让对高雄市的各方面的对不对来提升咧，哦，啊，增加这个警员的士气。哦，啊，当然，小部分的警员的所犯错的咧，我相信买些做预防。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回答。如何建立这个凤山的特色，对不对？哈，这个哈，咱这就是新林区嘛，对不对？哈，一个美丽新一个新星嘛，对不对？哈，动画这个故事背景呢，一个用起新林区嘛，就虚拟代言人嘛，哈，啊，所以那个米亚对不对？哈，啊，来做一个推动，对不对？哈，来带动嘛，啊，林雅区的对不对？哈，就是讲林雅街头艺术节活动，对不对？哈，特别啊，现在宣传一个新的这个。这个办法嘛，哈，啊，配合的做到景观改造嘛，串联街头艺术创作及街头运动的哈，青年朋友参与踊跃嘛，哈，未来的也计划增加林雅区义务活动的，营造林雅区地区特色嘛，哦，民政局呢已经跳脱各区特色，营造逐步跳脱传统摆摊的色彩。当然，这部分有给他牵涉到迄个市政管理处啊，都要举一个这个经化局。啊，凤山的对不对哈？因为冠以名称嘛哈，清领时期的对不对哈？将民政时代的哈之万年洲哈，化为台湾凤山二县的凤山，即本县之旧名嘛，就是实则至于兴隆装逼。指头哈，听他遮掩嘛哈，啊，本区嘞，当时也是日北头对不对哈？行政区域属于凤山县大竹里管辖嘛，哦，这就是咱的古迹对不对？二级古迹对不对？要有历史的记载嘛，哦，非常的清楚嘛。凤山区未来特色嘞，本县的建议对不对？凤山区有哪足侪古迹，包括咱的。那个城门啦、啊、炮台啦、啊，哈啊，古迹的部分嘛，庙宇的，咱的庙宇除了龙山寺，就是古迹啊，哦啊，这个仙公庙，哈啊，嘛是属于较早的啊，拢啊百年以上的历史啊，哦啊，包括天公庙、龙山寺，这都是很久的一个有的历史渊 源嘛。包括现在大众文化艺术中心嘞，对不对？哈，哎，当然融入嘞，创造新的凤山区的特色，哦，咱这大众文化艺术中心嘛，哈。啊，所以就是讲，今仔日咧，就是讲，因为咱遮有遮文化，有遮咱伫即个凤山内面咧，有遮都以前咧，伫高雄关的时阵，对不对？包括即摆阁有啦，吼、哦，都、就是有开推动啊，庙宇，吼、哦，庙宇的一个迄个巡回的、這個，这个导游，对不对？吼，展示，对不对？吼、哦，包括着古迹啦，包括帕里街啊，哦，包括着。迄龙山寺，吼，包括咧咱迄个凤山街边仔的城堡，哦，遐较早迄城墙，对不对？吼，诶，拢会当来做来加强这一部分，对不对？吼，来做点处理，吼，啊，会当咧，互咱的这个咱的时代咧，会当来了解着讲，吼，咱的凤山，吼，较早的时代，对不对？嘛是一个足繁荣的所在，尤其三民路较早是咧骑马，吼，你有迄个马咧，迄个骑马咧走的。哇，所以阵三边都是上大条的路，哦，但是即卖咧用也未讲上大条，但是时代潮流的演变，哦，啊，所以咧，就是讲即个古迹咧，吼，啊，即个文化咧，即个庙宇咧，有需要要串联起来，对不对？吼，啊，来做一个，吼，新的即个导游展览的即个旅游区嘛，吼，啊，会当提升咧，吼，咱的文化，啊，会当互咱所全国的全台湾人咧，会当来凤山的时阵，对不对？吼，在高雄来凤山的时阵咧，会当讲有专业的人员咧来导游，对不对？啊，来介绍，哦，包括像我服务处，哦，较早对面遐就是汾州配销所嘛，啊，卖番薯的凤山，遐规条街番薯街嘛。对不对？啊，我服务处已经嘛成酒家，较早酒家吼、哦，就是较早小凤仙酒家嘛，吼、哦、啊，当然迄拢有历史的渊源，甲伊的特色啦。哦、啊，所以咱这方面的对不对？吼、哦，咱是继续来加强，对不对？吼、哦，和咱下一代咧，会当对咱以前的历史文化咧，对不对？吼、哦，会更加一层的认识啊。并以万设置超商之建议及评估啦。因应智商家属之日常生活需求，例如轻食啊、饮食啊、传真啊及缴费，复合式空间使用，结合公务及休闲之高质感的环境，饮食安全把关，供应检验合格之食品。其实咱讲起来吼，当然，殡仪馆当大拢
包括这些议员啦、啊，包括这些官员对不对？嘛是常走去念香的嘛。其实咱讲实的对不对？咱不是讲边仔路边摊杀气唔好，用迄个环境吼，咱讲实在啦，底下的焚化迄路啊，飘出来这些烟对不对？吼，虽然是用安全标准的，但是对卫生的干工来讲，并不是说很理想啊。不是他们不好啦，因为跟咱讲实的，无你无社操上心对不对？吼，你是要靠遐，只有遐会当安做处理尔嘛。但是咧，既然钱的经济啊，咱会当超商入面对不对吼？会者提供一个较舒适的对不对吼？你来看这个情况的啊，就是做单调沉闷嘛。啊，你哪个用入面对不对吼？就是温馨、现代、多元、清爽、舒适。哦，所以咧，那个民政局长维持了要求啊，对不对吼？就是讲应高雄市的市民对不对？你要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所以你要加速的进行啦。哦，以后加一个选定嘛，吼。应该设置嘉景休憩区的座椅嘛，座椅区嘛，哈，设置更衣室嘛，啊，还有嘞，周边景观之美化嘛，啊，所以嘞，等一下我们一起回答哈。登革热防治的成效，其实嘞，以我来讲点点哈，登革热一直高雄区嘞，哈，以前是在高雄区，哈，一个算作一个疫区啊，啊，当然，就是讲是免它降落来，真的。大家都做足多的努力啊，包括引进海水啦，各方面的啦，用海具的用具，加上我在媒体所了解的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但是呢，也效果显那一直上升啊。本是位于热带气候嘛，每年必将面对登革热疫情之威胁嘛哈。前两年疫情规模呢日趋严峻，啊，病例的数节超过了万例嘛哈。1803年，本土登革热14999例嘛，例嘛哈，啊，20人死亡。1804年咧，有19723例，哈，112个人死亡。依据中央疾管署的统计显示咧，哈，今年菲律宾咧、寮国啦、柬埔寨啦、新加坡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绝有严峻登革热疫情啦。自此，我国今年咧，哦，一月累计11例境外移入病例咧，哈，累计到335例。为历年来的同期是累计数最高，东南亚疫情严峻，对于本市的疫情的控制增添不利的因素。然而呢，今年截至是12月1日有止的哈，本期哈本土登革热共计的340个案例嘛哈，如下后呢两例，境外31例，这当用这个表当看出来。哦，那你1803年嘞，哦，就是3000户嘞，哈，3000户3980个案例嘛，哈，啊，1804年4690嘛，啊，今年1804。洪山区嘞，等等，哈，就是讲2175，哈，啊，1804年嘞2513，今年嘞54。哦，高雄市的整体合并起来，等等，哈，拢总嘞有14999，哈，啊，1803年嘞，1804年嘞。19723，但是呢，今年1805年呢，342，这是大幅的下降。哦，所以你等一下对不对？哈，我刚刚讲，到底咱的防疫用到别管区对不对？哈，来这里观摩对不对？哈，要了解讲到底是什么回事，咱我把它控制落来。啊，这个案例呢，会当讲解者。等一下，局长，那个卫生局长，你等一下你。因为我感觉讲有较好办法，点点来公布给大家人知影。因为咱是高雄市是6支之一啊，但是咱公司咧嘛是全台湾点点吼，有登革热的疫区，严重的疫区咧，也可以来参考着咱的经验点点吼，啊来做这个方式啦。啊，等一下再一起回答。登革热防治成效显著嘛，哈，有工作人员如何讲续讲嘛？如何更有效的防治疫情发生？短期防治人员是否再继续？啊，辨证嘛，当然登革热是一个长期，哎，长期眼光一看嘛，对不对？不能松懈啊，松懈一去一爆发的地方，你要尽力帮控制。但是咱讲的就是讲病毒是预防的，对不对？哈，比讲你发生了疫情的扩散以后，过来扑灭这疫情的，我真的特别讲真真正正，对不对？足重要啊，所以呢，你的做法对不对？哦，是不是有需要个在防治人员呢？对不对？要继续的，对不对？呼应为了登革热这边家来病毒时的来打拼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对不对？哦，等一下局长你再一起回答。金华局对不对？就是讲台湾传统市场呢逐渐凋零中啊，红山区的李光启林呢，跟着许多
老凤山人的生活区，这我想清楚，因为我住伫啊，第一市场、第二市场，我囡仔住伫啊，第一市场我住过啊，哈，第二市场点点吼，我住过啊，啊，所以会当讲我的市员呢，原来是参这两个市场呢做有关的，但是咱讲实在点点，传统市场就没落了呀，所以你看前阵啊，有本来讲到市场呢，应该拢是开始咧退场机制启动啊，吼，啊了三十万就紧搬出去，但是伫凤山来讲点点吼。这两个市场呢，包括你自治会，包括李定嘞嘛，一直的想尽办法嘞，是安怎？哦，这个传统市场对不对？哈，又再恢复它生机，安怎推广个在地文化？哦，来做一个处理。由凤山第二市场的主理会嘞，前进基地协会及文化志工协会共同办理的凤山狼市集活动，哦，让凤山第二市场嘞繁荣再现。哦，啊，这个活动的内容得透过音乐会啦、街头艺人表演啦、特色小吃啊及手工艺等。好，文创以提升凤山地区老市场特色文化。哦，咱讲起来就是讲，你总是不能讲，毕竟传统市场，你嘛看好没落了呀。啊，何以这个传统市场对不对？啊，时阵到，啊，你来收回来。哦，啊，所以咧，本身的建议对不对？哈，既然咧，传统市场咧，有以传统市场的存在的价值咧，有存在伊存在诶这个特色咧，我们为什么不去把它发挥呢？对不对？那也当然画出去嘛，而且是这个大多数都因结合外面的人去做处理的，哦，啊，所以呢，来讲也希望呢，政府就市场管理处理要积极投入，哦，啊，做这种的处理，哦，这个民，因这用的就是讲这个有一挂入口啦，啊，这种路口用干的对不对？哦，咱讲实的，嘛无啥物特色的，咱是咪的，哈，哦，诶，当是所谓入口的对不对？哈，哦，来来做一挂这的，哈，哦。而且这些这个门面的对不对哈？啊，来做一个处理的，来吸引的哈，较侪人哦，来礼拜家哦，来家享受对不对？来家分享的哦，这个传统的文化啊，跟咱的这个我的市场的哦，这个传统市场的对不对哈？啊，所办的一个活动哦，像这日本嘛哈，一向入口嘛哈，日本大阪黑门市场也是用家的嘛。哦，啊，这个哈，这嘛是日本的对不对哈？那边也。哈，诶，客来这资料嘛，哈，你也看人个用台足水啊，哈，啊，所以咱即卖咱头拄仔咱看了咱家己即个传统市场，甲人个传统市场，即差天啊地啊呢，哈，咱是毋是讲咧用一寡经验，达每一个入口咧，即个意向咧，来做一个改变一个意向入口，对不对？哈，啊来提升咧，哈，它的景观，啊来提升咧，哦，即个凤山还是凤山以外，哦，而且在市民咧，会当共同来参与。请金华局依凤山第二公有市场的设置各入口的意向，啊，协助的凤山第二市场的活络，哦，如何提升市民参与，并提出相关配套计划的，请金华局观光局加强宣导，并协助凤山狼市集的活动，以捷运路线来引入人潮，规划凤山观光路线，啊，让凤山成为重点的观光区。所以我现在讲的对不对哈？我现在讲的就是讲，既然呢，有要民国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阵呢，我们凤山那28年，他会多次计划哦，那个公布实施的是民国28年、30年嘛。所以凤山管理的所在呢，是算作古堡弄嘛，好，包括火车头，好，那种算古堡弄嘛。啊，所以呢，当然伊有繁荣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噶即卖有没落了，啊没落了咧是安怎来达，吼协助咧对不对吼，可以恢复掉，吼较早的商机啊，恢复较早的文化，我感觉啊，这是一个啊有需要值得去努力的一个空间呐，哦啊，所以你来看日本咧对不对吼，这意向入口是安尼，但是咧，你来看咱即卖，哦咱即卖这意向入口对不对吼？这南北区杂货，这个就是安尼，啊，人这日本的，你比如你也看差偌济，不管它可以吸引人潮嘛，啊，但是咱这边家都无法度啊。我们咱这边家对不对？咱公司就是安尼，总是说不能够让它自生自灭啊。啊，你好嘞，时间到，对不对？吼，林哥他参杂完，就请遐个四五十年、五六十年这历史的市场呢，啊，甲伊熄灯，吼，啊，盖办退场机制，一两波就30万，啊，恁搬走。其实咱公司咧吼，为啥我伊咧强调呢？强调讲吼，会当卖因的比较新潮的条例来卖因的，因迄厝拢用起的，
第二市场出是因起的，第一因卖因的祖先是卖几分产地，啊靠！我都去，因较早时代咧土地无值钱，但是厝较贵，啊，所以变作爱卖滚啊分的土地，靠我都来起个厝嘛，啊，那起起了点点哦。即卖恁即卖三六十六十万户，因就来搬出去，我感觉是较无公平。第一，这是第二市场，第一市场咧，民国伫即个七十九年、八十年当中咧，哦，就是有火烧嘛。啊，维修，迄阵是用为准备来拆掉嘛，嘛是我伫管理会，但疫情原因嘞，哦，我一直啦，哦，拜托讲伊哎呀协助遮个人，无你起工作无请人去，因即卖佫家己集资，吼、哦，去卖土地卖，吼、哦、卖伊个其他的不动产点点吼来起个厝，啊，你佫要拆去，啊，恁佫无拆落去，啊，情何以堪呢？所以咱个疫情原因嘞。哦，伊毛去个现场看，那县长嘞，以前个县长毛去个现场看，了嘞，伊交代讲袂使办暂缓拆除，所以延长到今麦。啊，你根据规定嘞，民国八十二年嘞，哈、哦，七月二十一日以前嘞，对不对？就是讲土地公家土地老老片是占伊，你就是爱公告现得，伊个会当让做啊，你讲公告现得啦，底价嘛是恁定个啊，你嘛是要定贵，嘛是咱政府机关咧定个，啊、哦，咱市政府咧定个嘛，啊，所以你今麦。我这个感慨很深啊，变五遍啊，多几个头壳变五遍，即马第三遍啊，即马变到第四遍啊，变你啊变到上海府，即马佫变到公路市场。但是即马商业区哦，你佫到第四遍，你佫变到公路市场，啊，你若退场资料，你一定爱佫变到上海府嘛。但是你要卖只个摊，要卖只现有的哈企业人，要卖唔拢卖啊紧。但是相对嘛，一个多几个同行业人变来变去，哦，当然我嘛是有足大个即、這个。诶，力量来协助咱这诶，乡亲对不对？咱的市民对不对？吼，这祖国对不对？吼，一直咧盯紧啊。但是咧，我个人的看法对不对？吼，好是对不对？吼，效果无足好啦。哦，啊，当然有人讲同意啦，但是同意我是迟疑啦。伊个老妹，我也无贪念，也无贪念。我是义务服务，民国七十六年，我提出伫做市民代表，我提出多次计同嘛检讨提案，计变更由公益市场咧。哦，变成上海府，因为民国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嘞，定定嘞，伊是第一遍都市交通部检讨公布是死嘞，伊是用作上海府，但二手做定定嘞，伊才变作公务市场。到七十六年嘞，我做市民代表，我提案，同我拢连任，我对到九十四年嘞，才变作上海府。恁即摆上海府，搁要变作公务市场。等到公务市场退场机制到嘞，恁国公市又变作上海府。我讲不要那么麻烦了啦，你就上海府来保持也就好。保持了咧，你要卖遐个市场的人，现有的迄个起厝的人也会使。你唔卖伊，你要讲给他标示也会使。我是认为了，不要再把这个都市计划充满检讨，安尼变来变去的。一个所在讲地点讲地，变成五遍，我相信这是少见的啊。哦，啊，咱讲实在点点哦，因为附带条件，附带条件无当开放嘛。啊，附带条件无当开放，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是咱高级市民的罪过责任嘛。因为你无用开发当中呢，你附带条件，外店铺的已经把国产局买去啊，因是民国三十五年前有处理啊，所以根据国产局管理条例里面的，伊六万块，二十几平六万块都有走啊。但是呢，你附带的条件，你要收代金，代金偌济你敢知影？30%啊，30%那是叫伊即卖买土地大概将近两三千万啦、啊，两三千万，伊六万块买土地。伊必须爱交600多万的代金啦、啊，我是感觉这是对因来讲是足无公平。但代金啦，伊若人家要起咧，会起一面，未起一，安怎讲未起一经地？因为伊是商业区15米，但是伊12米，主题区的深度，所以商业区你要申请照嘛未申请一，啊，伊是35年以前的厝啊，所以安全各方面拢会过路。我若要搁起咧，伊还搁交6-700万的这代金。所以这个问题对不对吼？就是讲，咱讲实在要体恤咱的市民啊，对不对？我唔是讲法律有法律规定啊，但是咧，你既然也要来撤销，你附带条件是讲市场了咧，你才变成上海府的附带条件嘛。但是你就若回归伊当来做工业那个公市场咧，你当然你这个附带条件要拿掉嘛，你就袂使个扣迄个30%的代金嘛。应该按你讲依法的规定，已经变更过啊，佮恢复原使用，你就是袂使，吼，你就是爱来恢复原使用的公有市场嘛。
你也要变成公益市场，啊，尽快变成公益市场，啊，你也要扣30%的代金，扣起来6-7百万，6万块买土地，有糟的物件，你要交6-7百万的代金。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一直在，我嘛一直在反映嘛，哦，啊，所以呢，在厝呢，我特别拢提公家，公家我都真正，农民工从上面拢一样背啊。啊，所以咧，结果咧，嘛无得到足善意的回应啦。所以我呢建议吼，咱有关局势对不对吼？徛伫老百姓，徛伫公司市民的立场呢，吼，爱刷思考一下。因为我感觉讲市民的需要，都有啥物代志咧？发展还有各方面，然后呢，对市民有利的，我们应该优先去当做考量。我感觉这是讲吼，对于咱的市民来讲，点咧较公平啦。哦，啊，无你讲啊，是咧，对不对？应该买，你买嘛是买因啦，你公开表修嘛是蛮相同啊，但价格嘛是恁咧定的嘛，所以我的本身的建议啦吼，那是会当的为点点吼，适合咧吼，会当讲徛伫咱市民的立场点点吼，会当多加考虑啦吼，啊对他们的权益咧吼，啊对因较有利的部分点点吼，是唔是会当做些处理？哦，你清扫会清扫会掉咧。哦，新造的自治条例嘛定出来啊，但新造的自治条例定呢，根据本身的了解对不对？能有外万土地嘛，差不多收缩缩的，哦，它剩1万呢。1万当中呢，哦，一个5年时间，何里去想办法？伊当时要买拢会使，但是为什么第一市场、第二市场不可以呢？哦，本身嘛，干嘛讲？居然拢是高雄市的市民啦，为什么？哦，有无相共？而这个待遇的对不对？哦，这是本色的。哦，还在合约的，就是讲76年从阿进卖对不对？哦，到尾嘛是去合约的公有市场。啊，退场之资料，因个个来变成商业区。我讲无，这是阿边这种假啊，你听无？哦，所以我建议咱有关局势对不对？哈，啊，针对这方面对不对？哈，但讲哦。来做一个较好的一个思考啦吼，啊，对于咱市民的吼忧虑的吼啊纳入的吼考量啊，安尼对整体来讲较公平啊。啊，当然就是讲咱尾仔咧，跟你讲就是讲，即属于即个地价税对不对吼？真正来外国听到对不对？实在是那困气那气了。当然你搁要分期要创啥对不对吼？当然这是六都啊，甲即个中央的政策的对不对吼？啊，甲即个。那个委员会对不对吼？所决议的啦，吼合议制议决议的啦。都咱唔管讲什么人是安怎，但是咧，我是讲徛伫哈外口所了解一些讯息啦，吼，就是讲我们要多体谅哈，多了解哦，咱高雄市民的感受哦。当然这是整体性的问题，对不对？吼，唔是讲咱高雄市安尼啊，咱高雄市还佫无去相关的上班嘛。哦，但是呢，你一下子这样的话，外面呢，人都意见呢，吼，啊，马公希望呢，就是讲来家点点吼，叫吼，阮来家的代替因发言点点吼，是讲是毋是因的感受点点吼，咱的团队点点吼，咱是毋是会当来考量的，看是安怎呢，吼，来减轻，还是安怎来给因会当讲吼，因的负担来减轻，这是。一个建议啦吼，哎，希望对不对吼？咱尽量呢，会当讲市民的需要，对不对？市民的反应，对不对？我们只代言尔，哎，当讲吼来充分呢，哦，来思考一下啦吼。啊，就是讲，咱以上的所吼所讲的对不对吼？所执行的对不对吼？嘛是希望呢，哦，大家会当讲尽量呢吼，啊，看安怎来做，啊，让咱的市民呢。哦，一旦来讲，市场要怎样接受呢？来，咱那个警察局先回答吧。局长，请答复。陈局长，请答复。感谢主席，感谢所有议员哈，对阮的环境在第一线的拍拼，哦，因的安全啊，甲保障，哦，很多关心，非常感谢。啊，确实啦，要让阮的环境会当无后顾之忧，哦，啊，冲锋陷阵，这个保障实在有需要。所以过去，按对按环境啊，诶，机车也是顺流车，拢甲它强制险了。啊，今年开始办理第三人责任险，虽然额度不高，但是也表示说我们很关心、很支持，要给他有一定的保障。啊，建议的，也所以建议的，吼、哦，提高部分，这部分我们过来，吼、哦，逐步来，吼、哦，来改善。无啦，我咧讲诶吼，就是讲你这根本都无法多去做处理嘛。你外口我讲诶，他都我讲过啊嘛，就是讲你若民间诶，对不对吼？民间诶咧，伊诶发生代志了咧，是司机
外口民间的公司行去请的司机，伊是负责刑事呢，那雇主是附带民事呢。但是咱公务机关呢，就是各去各国别呢，国别写在顶嘛是今晚那个靠百分之十几个的这个费用啊，好、哦、是不是呢？但是他在执行当中所发生的，为什么伊公在处理代志的，对不对？吼、哦，就是讲袂当伊来不法管的。但民间呢，为拢一当一年一两千块。整个当个千万的理赔嘛，啊！但是呢，你对不对吼？你即卖用这个二十万呢，四万两百万，我来讲啊，警察也是说处理这个车祸的很多嘛，啊！但是咱公司有赔救的嘛，不可能嘛。我都甲家己员报告吼，我都计算过，啊，因为医生的问题，那要提高，这种等于提高十倍啦吼。迄、那个责任险这种提高十倍，无啦，你报你报就报有够啦，对啊，报费无偌济啦，我们八到市场对不对吼？真正啦，你骗医生的时阵对不对吼？政府方面这个保险的一两千块，咱赔千万呢，但是你用这个两这个死亡两百万啊，最高受伤的二十万，对不对？啊，迄个意外伤亡的最高六十万，对不对？啊，财损的部分对不对吼？加一个十万，哦。啊！这个、这个伤亡的最高三十万，其实咱讲的是严重的不足啊！现在社会，你看到一个车祸啦，有人像咱咧赔发的啦。我有甲统计过吼，初步估计差不多要三千七百万啦，还需要遐多的医生。但是你一年啊，我们会逐步一年啊，啊，一年啊，但是你越伊越记一件代志呢，今晚吼，伊面对的是歹徒呢。对。追逐歹徒，对不对？追逐枪击要犯，追逐贩毒犯，各方面因拢是第一线的，开枪也足正常的啦。但是伫咧追逐当中，因来去人弄着别人咧，啊，毋着迄个老百姓倒霉，啊，若无着这警员倒霉，啊，拢倒霉。因为伊啊个总输底啊，政府无当骗你成继续来报恩，伊必须来甲你去想办法嘛。啊，无你着去也同仁募款嘛，这你局长你已经清楚嘛，情何以堪呢？我是为了公务，为了高雄市的治安在打拼呐、啊。啊，这个经济啊，发生代志，我还要承担着赔偿，承担着刑民事的追诉的责任，情何以堪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能够提高他的监管，而且呢，减轻压力呢，提高他对工作上的热忱呢？所以我们要跟议员报告，我这重视。啊，今年才开始办，就是因为安尼。我来，我即摆咧讲是每年，每年慢慢啊，吼。每年开始，每年开始，对不对？吼，看会当一群来用个搞，不要因为我讲个是咧，你像我跟你报也袂啦，我报一两千块，对不对？我几年分的呢？但是我等你时间，你报个千万啦。啊，人讲有迄个个案哦，开始报不到的。您这我来讲啦，像您这款的办法，点你到底报不到？这个不用不要去质疑他了。局长，真的，你今天提底下那些一些专业嘛，各方面的对不对哈？我今天分析对你很肯定，但是呢，这方面因牵涉到预算，也不是说你一个人呢可以去做处理的。但是我今嘛在拜托市长对不对哈？是不是市长这边家的台面的医生呢，都在这个保险的部分呢，多广列一些对不对哈？来发生代志当中呢，让警员有无后果之忧啊。每个人都是个家庭嘛，你还讲个半天，你想呢？发生了啦，三五万的二分就今晚先去啊。是啊嘛，啊你今仔日啊你过来家属下，佮现买物件，你佮对得起？你嘛是要佮今晚请客出来嘛？是不是安尼？啊，伊讲安尼话是，啊，以公以私以公呢？伊他不是私人的问题啊。伊若讲下班了发生的事，佮另外就来解决啦。伊是伫对歹路当中。伊在对歹徒当中，对不对？吼，啊，各方面发生的争执啊，哦，也是讲，吼，伊在，吼，超一个警员做两三人的工会争执，你赶定的时阵呢，你反省的，恁要怎么去做处理，对不对？那弟弟，请坐下来，我们请那个副市长来回答。好，多谢主席吼，多谢所有议员吼，才关心咱基层环境的一个执行的过程吼。即下咧讲的是讲执行的过程里面，如果有去不管讲塞车还是使用枪械去伤到第三者，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这一个第三人责任险啦吼。我想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无应该让咱环境咧执行公权力的过程里面，如果有损及到第三人，还要这一个远景去做任何的负担。哦，我觉得咱应该不允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哦啊、所以人家为今年开始有第三人责任险，
啊，额度无遐悬，啊，我们会，头拄仔市长嘛讲，吼、哦，我们会进一步来检视，吼、哦，这一个保险，不管用保险或者用直接用政府预算的一个方式，我想我们不会让任何的远景的同仁在执行勤务对第三人造成伤害的时候，还要对，还要让这一个远景去负担这一个理赔的责任。如果有任何，不管我们明年开始会来研议，吼、哦，是不是要提高？那至少在提高之前，好、哦，我们都不会让远景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有额外的负担。你即使保险理赔不够，都应该用政府的预算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理赔。好、哦，我想通大的关键就是讲，唔通让咱的远景，好、哦，一个人去负担，因为执行勤务的过程里面去对其他人的这一个损害赔偿。好、哦，我想这个部分政府一定要承担起来。那个副市长啊，最近就发生了嘛。对不对？第一个面对的魏文金嘛，啊，魏文金是凭警员家己撞出来嘛，啊，你后来对不对？伊现在搁一个问题，伊搁迄个农业这边才对不对？吼，伊骑机车的嘛，对不对？骑机车即卖伊讲啊，要急需用品呐、啊，啊，伊自费几啊万，对不对？啊，你一份薪水要饲一个家庭，搁饲四个人，搁要房贷，伊靠会能力去支付这个，但是这到尾啊，会当去赔伊，去行伊咩？不可能啊！变成家己客出来输赢的行为啊！啊，跟这个部分吼，他都要收员讲的意思，我完全了解，我嘛完全认同。吼啊，这几个个案，我相信，我想，我确定啊，落去，我马上找咱警察局，把这个案提出来，吼，看咱后边要安怎处理。好，我想原则是一致的啦，我们不应该让远景在执行勤务的过程里面造成他额外的负担。好、哦、啊，即几个案件我落去，我随会含咱警察局这边来了解，看要安那去处理。那上届好吼、哦，是保险加的一寡费用啊，迄保险唔加面钱无足侪点点吼，应该这个应该是。咱未来也朝这一个方向去前进。我的意思是讲，即使在保险还没有提高之前，我们都不应该让远景有额外的负担。咱拢应该、哦。谢谢，我代替遐景遐远景点点吼，啊，真的应该谢谢你，真的这。造成他们很大的压力啊！哦，李强姐，强姐，来民政局。局长，请到。啊，多谢主席，多谢苏议员吼。对咱民政局，不管是咱伫即个区特色的即个垦丁吼，当然，咱伫今年咱青年库，咱用动漫，用即个喵 girl 来做咱的即个行动代言。啊，其实也受到足侪少年人的即个欢喜。啊，第二个是咱也伫林雅，咱也用即个林雅，啊，加即、這个啊，即、這个城打造咱城市美术馆的概念吼，啊，做这种大型喷涂鸦壁画。啊，所以咱来一直咧说，可讲，安尼咱要用什么货来做咱即个红山即个新的特色？啊，议员报告，其实咱伫头壳内底有新的即个 idea 吼。啊，但是吼，我如果保持神秘，所以我想讲我。私底下较去含议员做就算了，哎，当互咱结合咱红山，不管是伫咱的即个古城，还是咱即个大东，啊，即个魏武营，啊，即个眷村，啊，甲咱的军校，我们一定会甲咱即个文化历史、人文跟特色融入在里面，啊，做就较好。对啦，结合起来做一个导览，对不对？吼，啊，来攻格，对不对？吼，来吸引人潮，对不对？吼，来提倡，对不对？咱的即个观光，对不对？吼，啊，咱即个文化来，大家来，互大家去了解，对不对？吼。同个传播感觉这是真正做有意义的啦，哦，啊，就是讲这方面的不敢麻烦局长点点吼，迄落啊，你的迄个殡仪馆设施超商的问题，啊，是多谢咱这个议员的肯定哦，因为咱其实咱过去伫殡仪馆，咱拢会发现一个物件，就是讲大家来要食一个早顿，啊，是要买一个凉水，啊，所以边啊说唔知要找一个讲较有健康、较有卫生的这个环境哦，啊，所以咱来一直讲伫透过几落遍，咱去找这个超商，啊，坦白讲哦。一开始的时候，超商是来听到讲要伫殡仪馆内底设超商哦，尤其24点钟拢无人愿意啊。啊，但是咱克服真侪困难啊，所以咱也伫咱的这個家属、这個、休息室，会当就近来提供咱伫休息室边的这個家属尽量的方便啊。所以咱这个部分也一定含咱的厂商已经完成啊。咱也照议员讲的，咱会甲做甲真温馨。真水真美丽，啊！像是咱来保留咱过去咱的家属休息的环境、空间，啊，甲更衣的部分，我拢会照议员所支持的。我嘛做肯定，你做社会局长的时阵，对吼，迄咨询机关是交情，吼、哦，交情对不对吼？伊啊，迄一间社经庙内有一个迄、那个社咧咨询团体，无几个人，但是你嘛带副局长去走呢？会使讲每一间咨询团体，不管规模大小，大便拢看你带。局长出来也干部的，就是你的精神，使得真正
值得人家去敬佩啦。当然，你即卖做民政局局长对不对？嘛是希望的对不对？吼，他这个寺庙，他各方面的对不对？吼，包括咧区公所，真正是上大一个局哦。但是咱公司的领导代志嘛上济，但是咧，这方面咧，到目前为止，领导哦，我也是，你也是凭着你较早做社会局长的精神，你努力咧拍表，领导哦，啊，本事也来予以肯定啦。但是希望咧，领导哦，就是讲更加积极一点，领导哦，把咱的这个红山，就大公司领导啊，包括红山领导哦，会当讲做较个，和咱的市民咧更加去认同，更加去感受着。好，你请坐。啊，过来说那个。卫生局，请简单答复。好，谢谢主席。啊，感谢议员哈。我想邓哥的房子是咱各个很多跨局处的工作了哈。啊，直接来对议员的肯定，我想是对工作同仁最大的鼓励了哈。那未来可能因为邓哥都还牵涉到咱的兹卡病毒迄个入侵的迄个防堵哈，所以其实有要有做些较快做。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咱哦，包括要去做的，包括咱的主角之外，咱国人做侪人拢会去一挂登革热兹卡疫区吼去佚佗做工课，也是迄个返家省亲吼。啊，这个部分对迄个如何杜绝讲咱各种市民去这疫区有因为工课需要，是中上下啊，抓被感染这个部分是咱每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另外就是讲，对于登革热疫苗的部分吼，那目前吼已经有一挂迄个可能对每年吼会去进一步迄个突破吼。啊，这个部分爱啊，对于这个当然咱工作人员的迄一挂续讲啊，是咱的迄个工课部分吼。原则上吼，咱拢是从优吼，因为今年迄个成效、迄工作成绩不错啊，真是还是有一定的考核啊，该个议员报告。来，今晚是简单答复。会后我们会到那个凤和区，我们请市管处跟议员一起到现场去勘察，看怎么改善。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